好吃的中午点心，哦，对了，我的。有了有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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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上课喽。来，一号林文君，我们来点名，我们来点名喽。来，林文君，有。丁鲁，有。好，再来，江恩祖，没有打字，有。好，阿拉西，有。欧静，有。他们都没打字哎。我要打。好，再来。陈元浩。有。伊布。有。黄田希。有。黄乐嘉。有。好，你也要输入右哦，我要看得到你是可以，待会可以回答答案的。对，罗兄，对，罗兄，你的字。黄乐嘉。我没打字。陈宇轩，打字，陈宇轩。可以吗？有人在帮他。朱作文在干嘛？邱在伟。在干嘛？就是来。邱兆伟 OK 了吗？阿兰，有。甘比，有。好，目前是陈宇轩跟我们稍等一下，陈宇轩跟邱兆伟。来，我还没有看到他们两个有输入答案，输入啊，陈宇轩有了，好，邱兆伟，我们稍等一下。那请小朋友，你可以先翻到你数学习作的第66页，先等待我，来等待邱兆伟。可是，请你把卷子准备好。好，陈元浩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，赵伟哦。待会，我们计算完之后呢，老师会点名，比如说这一题，请李恩旭先回答。出你的答案，那只有李恩旭先说话，其他人你就不用出声音了哈。然后你算完之后，你也不需要告诉我说你好了，我们等对答案的时候在一起。好，邱兆伟好了吗？好，邱兆伟你是英文输入哦。对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活动一整数除以整数。为什么我被推出去了？好，请先用来，你有没有看到题目活动一下面的这个第一小题？他说怎么样算算看？用指示。对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全部都用横，直接把一个横式的答案给我？因为他要看到指示算算看，所以你不可以把计算过程写在计算纸，而是要直接写在习作上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请你开始计算，然后请你注意你的位置，就是个位、十位、百位，哦，你的被除数跟你上面的商一定要对齐。好，好，现在开始计算。这个时候又是开始在考验你三四年级的九九乘法了哈。伊努的耳机 OK 了吗？大伟，你有在计算吗？你算好了。好，邱兆伟来，你告诉我答案是多少？1.8，好，你把它输入。
请对所有人说，把你的答案输入。计算完成的人，请你答案写进去。好，你有计算纸哦，所以你的答案算出来之后，请你要验算。好，因为我已经有看到不同的答案喽。李恩旭说他的答案是 1.6 哈，验算。对，没关系，所以你要验算，就照我这边用手指头抠牙齿，因为手指头还要摸电脑屏幕键盘，好注意一下，要保持卫生。好，来，我看到陈元浩已经输入答案了，江恩祖也有了，完成了，黄乐嘉完成，好，目前有六个人完成哈。好，赵维、乐嘉，好，李恩旭有没有在进行验算？每个人都要进行验算哦。验算。好，阿拉西答案也输入了，宇轩输入了。好，有出现第三种答案哈，宇轩的是 1.16。好，我还没有看到阿兰的。拿醋，还有干笔还没有。好，你有问题吗？你的输入有状况吗？好，稍等我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钢笔 OK 了。第一题，然后第一题的答案呢？对，第一题。第一题的答案是 1.16。不要讲。好了，打了。今天1.8，你有输入就好了，不需要用嘴巴，你这样子会，我们会有很多声音，很干扰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正确答案是1.8。来，我对了。为什么？好，很好，有人说为什么？来，我想请陈宇轩，你说说看，你的答案是多少？1.16，请问你的一是在36被除数的哪个位置？你的1.16，你一乘以20之后，36减20剩下多少？不是，你的这个36减完20之后剩多少？16，那16不够20除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说要把上面这个隐形的零放下来？啊，放下来之后是不是160？所以这个地方你用多少？没有。这个地方还可以用一吗？因为你说你是1.16，所以这个八我们写，大家写八的位置，你写的一啊，对。如果一的话，你是16呢？1乘以20，16可以减20吗？不行嘛，所以你是错在这个地方啊。你的16怎么会去减20？16比20还要小哎、欸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说，当你不够的时候，16个，老师上次讲过了，16个，我们可以想象成是16颗西瓜，如果要分给20个人不够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把西瓜切成更多片？所以我们都怎么切，都是把它切成100乘以10倍，那就变成切成160片，再来分给20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切成160个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讲过，所有的数在这个地方没有写，它其实36其实是36.00000，有没有无限的零？那我们现在需要用到它，所以就把零怎样放下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刚刚16不能够不足以除20，现在160就变成可以除以20。它是160个0.1，对不对？所以来160可以除以20了吗？其他小朋友都答对了哈，八可以用八。好，来，请你注意一下，来，答案算完之后是18还是1.8？1.8。好，来，欧静，请你告诉我，商1.8的这个小数点。
是跟谁对齐？跟那个零。欧记五号回答。三十六是谁？是被。被除数，所以三的小数点是要跟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这一题，刚刚有错误的，现在陈宇轩知道怎么算了吗？我们来再试一次，来第二题，三十二除以二十五号，记得当你的余数不够除的时候，就是想到老师跟你讲的那个切西瓜的概念。把它切成更小块、更多块，就可以分给大家吃。好了，请开始计算喽。第二题是，好来，算完的人，请你把答案。十三号了。花。哦，不要管别人的答案哦。如果你的手不小心按到键盘，多按的数字，你就。你写个更正，好，更正，然后再打新的答案，好，或者你写修正。好，我看到黄乐嘉。好，陈元浩 1.293， 一步 1.2， 乐嘉 1.28， 田心 1.28。林文君，你写一号也完成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你的答案。Gabby 也是 1.28。林文君是 1.24。然后阿兰也是 1.28。好，我还没有看到邱兆伟的答案。陈宇轩，那个不够的部分，你想一想乘法，你的九九乘法，哪一个乘出来可以？你常常是卡在你的乘法不够，你的乘法还要再加油。32颗西瓜如果分给25个人，至少是有一的，所以你的问题应该会是在小数点。后面第一个位置，好，那个三十分位那里，你一定除左你那边。三十二除以二十五，一倍之后三十二减掉二十五，应该不会剩多少？你要估算。好，差不多都完成了，我们来公布答案。然后宇轩，你来看看你的问题卡在哪个地方，是不是像老师讲是卡在小数点后面那个十分位那里？好来，哦，是啊。好来，请大家看一下答案是 1.28 号，所以刚刚呢，邱兆伟 1.21， 林文君 1.24。好来啊，一步 1.2， 来一步，你说说看，你只有算到 1.2， 如果算到2，那你刚刚2乘25是50嘛，还会剩下20呢，你的20怎么处理了？一步7号一步啊，25就你是不是有余数？25，25不能减25。对呀、啊，剩下20嘛。你是不是有余数20？对啊。啊，然后呢？你没有继续除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继续除。啊？我没有除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你错在这里了，你的什么？知道。20不够25除，所以这边要补你，然后再继续算，对，你继续算之后就会得到这个答案了，对不对？把它补完。好，来，陈勋，你的状况呢？你答案呢？好了。你现在写到哪里了呢？70减50等于30，所以你现在全部算完了吗？我就写30，然后是个乘好了，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多少？啊，九还是不够？1.28。做整数就确实是会了哈。好了，邱兆伟，
哎，不对，是林文君啊、哦，林文君，你刚刚的答案跟大家不一样，一点二四，你错在哪里？我看错，我算成一个，哪个地方算错？哪个步骤算错？是一百，他解下来答案是200，所以应该是八十。因为八百只是200。好，所以你们，所以现在有找到自己错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那你修正了吗？那你修正了吗？不是的。那你懂了哈。来，每个人跟我确定下来你的 1.28 哈。好，来江恩祖，你告诉我你的一写在哪个位，哪个被除数的位置上，是写在3的上面还是2的上面？2的上面。江恩祖，老师指定江恩祖回答，因为他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他的位置会搞错，所以我要知道他现在对了没有。江恩祖，你的 1.28 的一写在哪？是写在3的上面还是2的上面？2的上面。你现在知道位置应该在哪边写了哈？嗯，好 ，OK， 来，再来，阿兰，请告诉我小数点要点在哪里？一跟二中间还是二跟八中间？你的声音有点小，你再说一次。好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一跟二中间？跟二中间。他应该要对齐谁？好 ，OK。当我在单独哈问某一位同学，请他回答答案的时候，其他小朋友请你要安静，不好就要进行扣分哈，因为你的声音会干扰到。不是每一个人的麦克风的声音收音都很好。如果有一天真的停课，我们在家里上课的时候，可能还会有你家你妈妈在煮菜的声音，哦，或者是你的妹妹在旁边叫的声音，可能，所以你就是。只有老师指点哪一位小朋友说话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出声，不然我们的背景声音太大。好 ，OK， 来，这两题是我们今天练习做的，对。那下面的四题呢，就是请你今天要回家的功课。再来，因为我们刚刚做的呢是二位数除二位数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哦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你看第67页，我们来练习一个这个三位数除以二位数的，来这一题。看见老师的滑鼠在指定哪一题吗？100，好，第三道题的第一小题，100除以32。好了。这题看到老师的滑鼠了吗？邱兆伟。第67页第三道题的第一小题，100除以32。你有习作可以看，你直接看。你的习作在你的旁边，你现在正在算你的习作啊。所以老师把功用停掉的时候，你是有习作可以看的。我现在在看你们有没有专注的在做计算，所以我会把画面先功用的画面先停掉。小伊布，写字的时候不可以弯腰那么大。老师，伊布，我让你离开座位，你看，马上我看得到你不在位置上，我还以为你是弯腰。让我下你的。陈宇轩的荧幕为什么没有打开？为什么看不见你？好，邱兆伟，你已经计算完成了吗？我看到你在分心嘞，发呆了哦。还有你们在计算的上课的过程当中，老师都看得到的。13号完成状况，你已经完成了，请你输入答案，谢谢。输入完了。好，钢笔很有进步，从刚上课到现在都还蛮安静的。
然后不会说多余的话。多少？三点一六。你是三点一二吧？你写完之后就输入，不需要再出声音。注意一下，你那个答案三的位置应该在哪里？哈，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跟你提醒过。你三乘以那个除数的时候，答案是从对齐那个三那个数字的下面开始写。所以为什么刚刚那两个老师都会找同学问说，那你把你的一是写在哪个位置的上面？因为你的位置写错，小数点呢又跟着被除数的位置点，那你的答案就会错误了，一定会差十倍或者是差十分之一倍。罗启佑不要对着镜头做鬼脸，这是正式上课，即使你要讲这我们是模拟你在家上课，但是就是上课时间。好，阿兰是 3.11， 好，其他人都是 3.125， 所以阿兰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你要不要赶快再验算一下发生什么事了？好，待会我要请那个伊布告诉我这一题哈，你怎么计算的？第一个哈，就是老师提醒你，你的三好的第一个数字。要写对位置，现在是三位数除二位数哦，然后你现在位置知道，待会然后再来余数不够除的时候，记得老师跟你讲过了，西瓜不够分，就是要把它切成更多的小块，就可以分给更多的人，所以就是要补零，对不对？把那个位置上本来隐藏的零放下来，再加上你的九九乘法，如果背得很熟，那你这一题就不可能会算错了。好，阿兰新的答案是 3.2。 好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伊布，你可以了吗？ OK。 好，那我们先请阿兰，因为你的答案跟大不一样哦，也许你是那个哦，独得的哦。来，阿兰，来，请你印一下你们的，你的算式给大家听，你的100除以32，嗯，432，拿着多个零，然后之后再乘一再一个三百，就变成300，然后就320加300就变200，然后。那个一百再去变二，然后就变200，我简直变零了。好，那你看一下黑板，看一下电脑萤幕，你看看你的答案在哪个环节出问题。我妈还没显示呢。他说清楚。老师，我这里还没显示哎。我把它放在黑板里面。你们看不见吗？老师的那个还没显示呢。啊？钢笔，你说什么？请你再说一次。那个，我这里看不到答案。你看不到答案了，是不是你又讯号太差，又退出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没退出呢。
好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来，也许是软体的问题，我再把它重新上去一次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他的确是要重新。好，那如果有这个状况哈，你要随时，你们要随时提醒老师，因为有时候这种线上软体，因为我们同这么多人同时在使用，可能会有讯号的状况哈。像刚刚比说他看不到老师，来，还有每个人都看得见老师在习桌上显示的那个答案吗？好，阿兰来，请告诉我你刚刚哪个地方出问题？你核对一下黑板上的算式跟你的算式。我把30放里面了。放在哪里呢？放里面，对，100除以32，对，因为当你在讲300的时候，我就在猜，因为只有把100，你一定是把32看成，然后把它扩大成300，去除100，答案才会有那个3的问题。好了，刚刚还有一个人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清点一补，一补你完成了吗？好啦，好来，那你的答案是多少？那个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你输入，哦，你没有输入答案，12.125，好，你是1.125是吗？对啊，好来，那请你看黑板，啊，看一下你的电脑，你用100分给32。你用一的话，应该会剩下68呢，是吗？嗯。那如果你剩下68，那68再除以32，应该再来也是2啊，或1.2啊。可是你用1.12呢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？哪里没有？来，你念给老师听。你一百下面写多少？你100被除数，你扣多少？96啊，那96你上面怎么会是一呢？一乘以32怎么会变96？不是32乘以3，96。那你刚刚给我的答案是一呢？你自己看，来，你自己看看，你输入的答案是1.125呢？你现在你的习作上是3，可是你输入的是1.1，还是你输入错误？输入错误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多少？3.125，好，那3.125就对了哈。好 ，OK， 来，来这一题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，OK，OK， 没有问题。罗启佑，你家哈的这个位置收讯不是很好，你可以你在家里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，请你带着你的笔电。然后在家里移动位置，可能是去客厅，或是去厨房，或是去你的房间，你要去试试看。我不太确定，反正如果你下次再遇到这种，你经常会在群组里面就一直跑出去的话，你可能要带着电脑哈，在你家的各个地方试试看，这样才能够找出一个讯号比较强的位置。那其他小朋友也一样哦，当你在家里，你会发现常常你的讯号就中断了，那表示你在家里的那个位置讯号不够强。好，所以你可能就带着你家的平电，然后呢去寻找一个讯号比较强的地方，才不会造成上课的时候一直在断讯号退出进来。对，这样了解老师的意思吗？了解。我记住这个状况，因为这个状况很有可能会发生哦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下面这个第四大题哈，一样也请你怎样回家之后，这是今天的回家功课哈。好，再来。我们来这个地方了，这个是，其实我们这个除法哈，小数的除法，它只是让你的那个被除数怎样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它在考验你什么？考验你到底能不能抓对那个你的商，你的答案写在对的位置上，你的小数点对不对？算法其实是不是一样？好，你一直在记得老师跟你讲切西瓜的那个原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活动二的第一题的那个6.3除以7。好，阿兰，你要注意看好，不是7除以6.3，6.3放在前面表示它是被除数，
啊、哦，要写在那个除号的那个里面。啊、哦，除以七，七它就是除数，要写在外面。对，六点三除以七。然后算好了，请你输入答案。好、哦，我看到林文君已经答案出来了，邱占伟也输入了。老师，我有吗？不要紧张。陈平汉零点九，好，一博零点九。我已经输了呢，我很早就输了。好，刚刚你有出现了，跳过了，老师没看到哈。陈元浩零点九，淡蓝零点九，这一题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、好，黄天七，好，有了，好来，好，陈宇勋，你算完了吗？好，来，你告诉我你怎么算。你用几倍啊？零啊，好零，好。然后所以你的答案是零点九吗？对，好，很好。这一题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是你们把九写在六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全部都对了。好来，那第二题四十八点三，这是最后一题哦。计算完之后，我们就要下课了。来，动作快，四十八点三二除以八。好，老师做，你们一边算，老师做最后的提醒哈、哦，跟总结。好，小数在除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注意。我好了。好，被除数是谁？要写在除号的符号里头。除以八，八是除数，写在外面。好，第二个，你的沙位置。好，再去想除它的时候，你在四十八除以八的时候，第一个位置我被推出去了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，老师先处理。我是什么罗钢笔出去？它的讯，它那个位置的讯号就是不好。来，罗钢笔，你有在加入了吗？钢笔，你现在有在加入吗？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在大厅呢。这都是切换的，那现在切哪？啊，切这个。他没。你们在哪一题啊？第二题啊。好，在六十八页的第二题，四十八点三二除以八，六点。钢笔，我还是没有看到钢笔呢。所以可见你那个位置讯号还是不够强哦，还要再换哦。是要那个钢笔哦。好，老师先回到页面转换。好，来。六点四，打错。好，请告诉来九号，来乐嘉，请问你的答案是多少？我的是。6.04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哈，答对了 6.04 来48除以8是不是够除、啊、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的3第一个数字就要从8的上面开始进行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你答、嗯、来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？来，有，来我们来看一下 6.4 那就被骗了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第一个，好，来稍等我一下哈，让钢笔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一题是很有趣的，哎，
辉英老师，我做到了。好，对了。看得到老师吗？看得到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，我这个。我在看谁啊？我看得到你，老师。我看得到你。别跳，可以说话了。那我是王建新，谢谢。好的，来，六八四十八，哎，刚好减完是零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上面被除出还有零点三二，还没有算呢，所以是不是要放下来？对。好，那放下来之后来，三十二八。你会用四倍，对不对？可是来，如果你写六点四，四现在写在零，在现在的位置，比如说写在三的上面，那老师上课教过你啊，你四八三十二，所以你三十二的二变成要对齐这个位置，会变成在这里，会变成二在这边，三在这边，那你的答案不就没有对齐了吗？上课的时候老师是不是叫你用这个方法来检查？对，有没有发现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的伤应该要在哪里？用老师上话之前跟你讲的时候，是不是必须要写在百分位的位置？是。那这样写下去之后再来到中间，这个怎么办？零呢？有没有？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补零，所以现在这一题这样，这个状况你搞清楚了吗？有发现了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哦，今天下面这四题回家功课里面也有一题会是，也有题目会是这样子的哈，就是当你的十分位，哎，发现不够哎，因为如果你是写在这边，这个是三，你把三放下来不够除八，所以说要继续把二放下来，那你四八三十二就是应该要对齐这个位置。你突然发现，你知道怎么，你知道那个状况在哪里了吗？知道，好 ，OK， 因为时间到，我们要先下课。有一些同学要去低年级服务，好来，来，今天回家的功课哦，必须要算到第六十九页。好，今天星期五哦，五六日我们有三天。好来，现在，请你带着你的座，然后在楼上电脑教室的小朋友，请你关机，确实的关机，还有屏幕关掉，然后把你的个人的用品要带下来了。好，我们正式下课喽。拜拜。好了，请关机，然后其他不要制造这么多困扰的声音。把耳机拔除了。